干的手续早来的，哎呀，他妈今天还给你吃，你怎么没想到啊？啊，这个蛮好吃的，我这还给你选择了。他的酱跟咱们那个传统的酱不一样，好吃的。他好像是调制过的，嗯，他自己做的。那萝卜跟这个大酱面就特别好。人家要一碗吧，我蛮想吃的。哎，知道啊，不吃，我吃糖醋肉。行，想怎么吃？炸鸡腿出来了。 应该拍个照吧，没拍照，没拍照。他这阿东是特别俗，黄金比例。很什么？哎呦，他说每天的菜单不一样。你这都在这儿？ 这个酱，那个烟囱。像咱如果不知道路过也不打车，路边吃，啥好吃的？不敢吃啊！你吃一次吧。我吃了，让你吃吧，我吃的咖喱鸡。 都熟的好吃。哦，我觉得蛮好吃，蛮舒服。哎，我觉得它这里不少油。